台东出入牧场过年期间迎来了三只小羊，可爱的模样吸引人。牧场在脸书上举办了命名大赛，吸引了网友发挥创意，帮小羊来命名。有人呢是以杨丞琳、杨宗纬等艺人的名字来命名，也有网友是以台东知名的羊肉炉店名来帮小羊取名。牧场举办的命名大赛呢，到3月1号截止，按赞数量的前三名可以获得一张入园的门票。三只小羊不停地在镜头前发出叫声，可爱逗趣的模样相当吸睛。台东出入牧场在过年期间迎来了三只羊宝宝的诞生。对于这三只小羊的命名，牧场在脸书上举办了命名大赛，邀请网友们一起为小羊取名。而网友们的创意真的不容小觑，有人留言要帮小羊取名为杨丞琳、杨宗纬等艺人的名字，也有网友用羊的叫声来取名蔓越莓、草莓及蓝莓等。甚至有网友用阿斌、阿明、黑松这些台东在地知名的羊肉炉店名帮小羊取名，不知道这些小羊知道后作何感想。出入牧场推出的命名大赛到3月1号的中午12点为止，参与的民众在脸书上获得按赞数最多的前三名，将可获得牧场提供的免费入园票一张，而牧场也会帮小羊们制作专属的名牌。想要参与命名大赛帮小羊取名的乡亲朋友们，不妨试着发挥创意，帮小羊取个讨喜吉利的名字吧。记者钱伦综合报道。